你干啥子？你怎么下来了？妈，结婚前我啷个说的？家里不让养狗。勒啥子？考察的路上捡的，挺可怜的，就剩他一个了。他找你，我也不找你。找你？ 又是什么意思？王爷都是苦力，你造孽！你造孽！没事，别怕，别怕。哎，咱们洗个澡啊！看你这毛多漂亮啊，是不是啊？八筒，八筒，八筒。对，太喜欢麻将，你们俩肯定喝得来。怎么？叫一个。好，现在在你妈这儿待遇很高了，都能上床了。今天是老爹给你忘了，八筒，走，咱回家了。